大家好，我是北美好消息执行长游志伟牧师。当我们回顾2024年的旅程，我们心里充满了对神的感恩。神透过了好消息电视台，将他的救恩与祝福传扬至北美，还有世界各地的华人。在此，我们想要与您分享2024年神赐予我们的丰厚恩典。全新 Good TV Plus AI 数位平台的推出， Good TV Plus AI 数位平台能洞察您的习惯与需要，您所喜欢的敬拜诗歌、牧者正道、生命见证、灵修时间、家庭生活、青年及儿童节目， AI 智能引擎会依据您的喜好量身推荐专属内容，只要一个账号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继续观看，让您随时随处与神相会。除了数位平台之外，我们也在电视广播系统中努力。在北美地区的电视广播系统中，每周我们投入60小时的时间，播放来自台湾 Good TV 的优质节目，横跨北美11家不同的媒体频道及电台，通过播放不断触动生命，带来改变。在网络上，你也可以看到好信息学堂，有如置身在神学院的课堂，提供最好的基督徒装备与建造，汇集国内外讲员的精彩信息，满足您灵命成长的需求。今年更是福音传至台湾400年的里程碑，福音400恩典台湾，记录上帝透过400年前荷兰人到台湾埋下福音种子的真实足迹，一步一步看见神拣选福尔摩沙的美好心意。不仅如此，我们在线上节目也有新的扩展。感谢您的支持，北美好消息 Good TV USA 在美国制作的节目已经触及了北美各地数十万人的生命，并继续带来深远的影响。针对不同群众，从未信者、慕道友、初信到坚信的基督徒，希望帮助更多人对神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及紧紧跟随。因此，我们开始了5个独立的频道，包含北美好消息的主频道聊聊真心话、道出祝福、神问答 God Questions 和 RDD， 观看次数超过13万，订阅人数7300多，及观看时数6000多小时。去年开始，北美好消息重启了实体的特别聚会，今年特别与来自台湾不同的福音机构合作，从怀疑到相信 City to City Taiwan因计划针对北美教会提供各样的课程与训练，帮助大家更好的传福音、做门徒训练。除了节目外，我们也举办了大型实体祷告会，落成全程祷告会。今年11月在 Monterey Park 举行的全程祷告会，吸引了超过500人齐聚一堂，求神的恩典与复兴降临。RPG 复兴大会，我们已经举办了5场 RPG 活动，接触了超过3500人，从2023年的南加州开始复兴，到今年的纽约、圣地亚哥、温哥华等地，帮助主内肢体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明白主耶稣向天父祷告的重要性，帮助信徒建立祷告习惯，灵命更新成长。感谢主，我们在社群媒体上也有新的突破。2024年，我们在社群媒体上的影响力显著提升，Facebook 和 Instagram 贴文的观看次数突破了8万次，而 YouTube 平台的观看次数更是超过了30万次。每一个分享都传递着希望的信息，感动了无数的心灵。感谢神的供应，让北美好消息在新媒体福音的道路上能有效的使用预算，不仅在制作节目、举办特会、连接海内外事工及教会外，也让我们有福气将一部分的预算用来祝福及支持北美不同的弱小教会与福音事工。在2025年，北美好消息也将持续把 RPG 的火带到全美不同城市，让复兴的火继续燃烧，让神的灵继续运行在每个属神儿女的心中。同时，我们也将在各地举办不同的联合性聚会、青年特会，与不同的机构牧者合作，包含了跨 Global、 刘子俊牧师、万利豪牧师等，在造就门徒与教会连结上更尽一份心力，也会持续制作优质感人的节目，传播信心、希望与真爱，借此让人有机会接近耶稣、认识耶稣。
我们很感恩神在过去这一年中的带领与动工，感谢在这当中与我们一起同行的奉献天使们，能与你们一起同工是我们的荣幸。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我们将2024年所成就的一切所有的荣耀都归于神，也期许在未来的一年可以跟大家继续的一同同行在这条蒙福的道路上。